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体验一下在西木湖南区的一个豪宅哈，看看吧。那这个大门我们看到就有一个遮挡的哈，在这个地方啊。一来到这个房子，第一个印象呢就是这个车道啊非常宽哈，非常长，这边四辆车都没问题，再加上里面这双车库，那总共六辆车是没有问题的了哈。而且这个房子的设计风格都比较现代哈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从旁边这边进来，进这个大门哈，大门是从侧门进去。那在这边呢，上面这边还有一个遮挡的哈，所以这边脱鞋子这边也没问题。进大门了，哇，这个门的颜色也很喜欢，红色的。所以一进门，左手边这一个地方是从车库门进来的哈，今天我们就不去看了。那这边还有一个房间，一个卧室，看一下。啊，卖家还做了一些小小的 staging， 很温馨哈。它一个特点啊，就是这个可以出到去外面，来看看。所以去到那个车库门，车库在这边，然后这边停车的地方，所以刚才。房子的两侧都有门可以进到去这个房子这边。这间房间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可以做一个家庭旅馆上班，因为有单独的门嘛，你可以接客人，比如说 massage， 或者是比如说做这个律师在家里上班的。 OK， 进到来这一边呢就是客厅，有壁炉，阳光很好哈，有点挑高。这个是卫生间，这个是上楼上，待会我们上楼上。哎，哇，非常漂亮吧？橱柜全部都是到顶，啊，这样你就省得你就去抹那个灰尘了哈。这个还是天然气的。哇，好干净啊！抽烟机、洗碗机、石头台面，那这个中岛看的就是这个客厅和这个饭厅哈。那我的左手边就是去后巷，哇，好大的后巷，全都硬化了，基本上都不用割草了。多舒服，这些外面的那个围栏基本上维护的都很好。 OK， 好，不错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喜欢烧 BBQ 炉的，这边有一个 BBQ 炉的那个天然气接口啊，可以接。好嘞，那么回到了这个房子这个地方，那我们上楼上。就目前为止我都还没看到有地毯，全都是那个 laminate flooring， 就容易打扫哈。 OK， 我估计楼下有九尺，上面有八尺层高。先看第一个卧室， OK， 再看第二个卧室，蛮新的，颜色选的都是这种比较现代的灰色风格，还有这个特别大的一个灯，照的是这个楼梯。好，来再看看这一个是什么房间？哇，是主卧。OK， 这个床是应该是女王 Queen size 的床吧？可以放了一个 king size 的。那这边呢就是更衣间，然后到了这个淋浴，然后石头台面也是石砖，然后这个是淋浴，是完全到顶的哈，所有的瓷砖还真不错。我喜欢它的这个更衣间非常的大。那看一下这个
这个地方泡浴、洗手盆全都是石头台面。好，所以这一间卧室、这间卫生间是给前面这两个的哈。然后主卧有自己的卫生间。那回来看一下，哇，好吧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聊到这。如果对这个视频有感兴趣的，对这个房子有感兴趣的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哦。拜拜。